咱永暗吼拍开这个十六页，在经文内底有一句叫做佛书，啊，一句叫做大道，哦。这个十二页的本文后壁段嘛吼，若无三宝世界是作佛书，书处傲消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明心破门。哦，所以这句佛书是啥物？咱来了解。注意，唔通讲伫迄个佛寺内底所有的工课，拢总叫做佛书哈。安怎爱记就好哦。但是要甲讲到究竟啦吼，讲到究竟的这个道理，就是会当安怎呢？这个佛书就是诸佛教化众生解脱之道，安尼叫做佛书。伊有落实个教化众生，啊，讲什么？就是讲这个原始的佛法，比如讲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四圣谛、十二因缘法。所谓这个相关的这个会当净化家己的内心，无论是自修还是教育，互众生真真正正会当解脱，安尼较叫做佛书哦。那么个人来个讲，如果咱今仔日若未当直接教育众生、教化众生有关相关的一个法会来得哩，那么若是以个人讲，啊，我都阿个无可能安尼做。但是我有跟咱讲过一个菩萨道的行持吼，唔是单独一个人做会起来，但是周边的人会当来帮助这个有关正式会当教育众生解脱的这个工课，做着其他的这事，安尼有哪佛事？吼，安怎样吼？因为着菩提密多，虽然有人说法，但是有哪有人爱布地道场？但是看见到这内容，安尼拢总是叫做佛书，就是讲一定发挥办落到，就会当互众生落实解脱安尼，安尼就是相关的佛书。啊，那是如果工课伫佛法内底去做哟，如果那是行消法，什么消法呢？当然不是去讲罗汉道的消法咯，就是海偏差法安尼。这个和度众生都无相关啊，哦，爱注意哦。但是如果搁一点哦，吼，搁一点，如果伫这个团体中，干那想着个人要解脱的自私心，安尼伊家己做啊，唔是叫做佛事，哦，除非迄个团体啦，都无去向外发展，无去办这个菩萨道的这个法会，安尼就伊。去自修这个灵通别论，不过呢，自修家己解脱，但系自修家己解脱吼，即个在佛尊的这个标准内底里呢，佛陀都无容许啦，都无允准。但系想讲家己解脱，无要发大心，迄、那个佛陀就甲讲，你若是会当成就罗汉果吼，准无要度众生嘛，是叫做骄牙败将啊，安尼含佛书一个无相关。但是呢，有个人。虽然伫佛法中，而是伊做起来呢，和佛事无相关。伫佛法中去做工作，和佛事无相关。注意想看卖啊，安尼是根本的佛教，还是家己想家己钓的佛教安尼？吼、哦，所以这个就是无牵连到真真正正和众生安怎解脱，这叫做骗天下众生，吼、哦。不对啦，不正确，确实不正确。啊、哦，所以要怎样哦？所以什么叫做佛书？就是诸佛教化众生解脱之道，安尼才叫做佛书。今仔日如果我伫这个所在坐一个样诶，但是讲出来发起含罪未当得到实际的解脱，今仔日我就一个欺法，啊欺佛辜负佛辜负法。啊，个个欺众生，欺负恁就对。我若今仔日讲这话，袂当下着如来正教，安尼毋是佛事，就是我家己想家己对，去骗家己，去骗诸位。
安尼无路用，安尼就袂当叫做佛事。所以任何一场法会，还是任何一个相关佛法的工作吼，都要互众生得到实益，安尼较叫做佛事啦。安怎样吼？所以这个用佛法，依佛法施无众生，互众生会当得法解脱，安尼较叫做佛事哦。因为这个就是佛陀伊要做的工作。佛陀要做的工作，但是今仔日有水准、有本领，会当替伊做安尼，安尼较叫做佛事哦。唔当迄个超度死人，去底下去养养养，吼、哦，啊一场观音上一本经观音，不是这样哈、啊，不是这个问题哦。你家己内心也袂当清净，家己解脱，所以含如来正教就相背啊，安尼就唔是叫做佛事啊。啊、哦，所以这个法未能使众生净相，即不退转者，非佛事。所以注意一个节，咱有甲咱讲过，两大心，两大心，第一爱净化你的心地，因为你的心地若清净，啊、哦，一个节咯，你将来要成佛就真有水准。但是心地若清净，才会当开悟迄个无生法。啊，心地若清净，就影响着国土清净，安尼才会当叫做佛事哦。因为这个心变相，所以万法为心。这句话应该会记住嘛，哈。不再讲心生法生哦。内心安怎样转，那么这个外相甲环境就转。你若是存好心，存清净心，那么这个相就变清净相。啊，你若是存歹心。那么这个相就变恶相，因为总是欺诈有欺诈的面，恶心有恶心的面。但是不是你本心歹呢？因为这个心变现自心，佮变现环境，就是你的环境以及社会国家。所以这个佛法的重点是净化心，啊，较有可能净化大地。但是心无净化，大地袂当净化。所以办迄个研究会啦，讲啊，做要净化众生，迄是个欺骗众生。当那大家煮物件、食食，规个舞甲公园安尼乱七八糟，卫生点都无好，也无人要捡，也无人要收，安尼变哪净化众生？所以一定要根本治疗啦。所以这个教育上。咱对心地安怎净化，爱是安怎叫做污染，啊，你安怎又开始净化？迄、那个净化重点一定爱讲会出来。但是你若唔净化，我就无法度。咱听吼，吼、哦，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佛事啊。所以佛事有牵连着大道，吼、哦，佛事这么出来就变牵连着大道，安怎叫做大道？这个大道唔通人一般去用，你也去用吼，一般去用，迄无一定有大道的水准啊。哦，真理这句话啊，大家去用的，妄法、恶法嘛，去讲伊有真理。那像迄个个日本迄个个，奥姆真理教，哈、哦，伊叫做真理教嘛，哈、哦，有无日本迄个啊？啊，敢有真理？没有真理，伊借着毒气甲囥个车头恁，安尼两千几个中毒，搁遐囥官，不甲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乱起来。安尼有真理有无？无真理，但是伊嘛用真理教啊，奥姆真理教。所以注意，今仔日若是讲有用着大道，你唔通讲，人遐嘛是计讲大道。吼、哦、吼、哦，啊你若非凡当作大道，这样都不对啊。什么叫做大道？因为众生，一般的众生哦，就是无这个分别智慧啦，无分别的智慧。安尼，对动作唔对，啊唔对动作对，安尼，是为非，啊非为是，啊世间就执着，啊执着呢来解讲，因果一定爱通天，绝对唔通因为世间上来做恶业，将来堕落，但是因果伊唔相信，天天啊执这个世间的六尘经相，
色声香味触名甲字安尼。啊，所以世间人呢，你若要甲讲伊真巧，吼、哦，因为伊到争取金钱，到争取关系，到争取地位，伊到设计创造企业，安尼大家想看，人伊真聪明。所以这个聪明，咱就当作天才。不过伊所做的工课，和家己对了。所以这种的天才，都含白痴，并不能用。所以天才就是白痴。为什么？因为伊无分别的智慧。吼、哦，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真相？啊，什么叫做大道？什么叫做正法？什么叫做真理？因为伊唔捌。这个就是伊无分别的，吼、哦，啊，所以伊就作业对了嘛。但是注意哦，总是大家去听经文法啦。听经文法了后呢，咱即马就讲，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大道。会记住咯，唔是凊彩想想的，啊，人家讲你就对人讲，安尼叫做大道。啊、哦，迄、那个要去天上的嘛大道，啊，迄、那个未接的嘛大道。啊，无真理，伊也讲真理啊。安尼，今仔日咱一定学佛的佛弟子吼，伫这个无分别地，诶，这个过去啦，从今开始听经闻法，应该爱有分别地，一定爱有分别地。哦。分别地，譬如讲，什么叫做人生世间法？啊，世间法内底佫有一个善道，佫一个恶道，啊是甚物原因对着恶道？啊，甚物善原因会当善道？这总是要了解。啊，甚物叫做消善？啊，甚物叫做自善？哦，这个就是啥呢？咱有分别。啊，安怎又可以当解脱？这个咱有文化了后，就有一个分别地出来。啊！恁若听五档、十档，还是拢总唔听？听五档、十档的人，应该都有分别地。啊，若唔听的人，就无分别地哦。唔听经的人，拢无分别地，会有那无痴无痴。安怎？因为伊袂当有文法，因为这个分别地哦，就是有文，啊，再来有书，安尼得了哦。会记住咯，但是还佫有众生无分别地哈，有去听的人无分别地，安听吼？就恁拢莫听，恁过去拢无去听，甚物叫做三宝正法？吼、哦、啊，甚物叫做出世之道？甚物叫做有为？甚物叫做无为？啊，甚物叫做了义？甚物叫做不了义？甚物叫做顿法？甚物叫做渐法？甚物叫做显法？甚物叫做非显法？恁拢南南字啊个，反正那是出家师个讲的嘛，拢对，啊对哩对。要甲恁问起来，恁不知道，这个叫做无分别地哈，听无？大行拢讲好，啊问起来无一人知，有诶来到遮品，迄、那个穿短裤入来遮，安怎样吼？啊分布来到遐外口遐迄个盆景吼，啊甲分厝荷花。啊，落到盆景就来几摆，我就感觉这个人，较像个粗的人啦，吼、哦，安、啊、听吼、哦，就讲粗夫俗子啦。听我问讲，哎、欸，技师啊你，因为即摆迄个粉味还阁真重啦，我靠，得煮一块粉粿啊，伫遐嘛，安怎样？讲人我几十桶啊呢，啊人我伫佛光山佛生活法师甲皈依呢。吼、哦，伊就感觉真阳就对啦，啊，唔知安尼就是甲声闻法师闹开，安、啊、听好无？声闻法师甲你皈依十当啊，你今仔个穿短裤就要甲佛师，佮带部分就把这镜头拢有无结婚就顾得所以这个就是啥呢？无文化，甲进经过十年也无得到啥，安、啊、尼是闹开呢，甲迄个师傅闹开。哦，安知无？恁出嚟爱注意哦，恁若阿未有分别地吼，恁、哦、就是无文化。什么叫做解脱之道？就是佛书。唔知影，人讲安尼，你就安尼。今仔日装雕山，明仔载装啥，后日个装啥，装来装去，恁得到啥？恁家己
反省自问，有心家己一个心都含糊袂落啊。人一句话你都变变起来啊，俺听好无？俺就是家己无修，厝内未堪得人讲一句话就变变，人讲低头面就扬起来哈，就碰西西，对不对？就是家己还阁无文化入来，但是今仔日有文化咯，就会注意我应该安怎样修行，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歹，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做无健康。我应该按怎调什么方针落去合法，安尼我将来较会成就，这个叫做有分别地安尼。安听吼，啊你若拢无听就唔捌啦。但是这个分别地对对出来，就是对这个文，就是听经文法所得。第二爱个思维哦，如果你听真济，啊未向比较，吼、哦，迄个就是无思维嘛。啊，这个也对，迄、那个也对，就伫对一只，你不知道。听吼，我伫讲迄死敌啊，去超度，大家嘛，足侪人去上京。啊，这是啥？以妄阴妄，青梅娶青梅，到尾啥物人死，拢死啦。吼、哦，规阵拢死。安怎样？所以迄个不正经的法师去带动嘛，真侪地主啊，都看啥物法师啊，讲啥物法，啊，拄啊适应迄种人安尼。安听吼。吼、哦，今仔要调山，就规大阵；明仔载要来去对对这个法会，也规大阵。对一办两红场，就规大阵。到底伊个办啥，伊也毋知影。注意，这个叫做无分别地哦。但是一定爱多闻，多闻第一，多闻恁就知影。但是爱思维哦，闻有闻慧，思有增加一层的思维的慧，安尼来分别地就出来啊。但是分别地的究竟是要创啥？分别地出，因为要按照落去实修嘛，所以由文殊来就爱修，修就要证啥物？要证，这个大道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证无分别，无分别。的上根地啦，正无分别的上根地，这个就是平等平等，所以叫做无分别咯。平等平等，一个实相，这个就是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诶，这个。这个就是咱今麦给讲的这个大道，咱知影吼，这个就是哦。咱今麦本来是无分别智慧啊，对啊做唔对啊做，但是经过文化会分别，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唔对。但是当然唔对，咱就弃掉嘛，自我莫作，众生奉行，这方面开始，搁再来自度度众生。那么自度度众生，咱慢慢地修持，到尾才证迄个无分别。这个就是啥呢？唔是对待。因为对胎就有分别了嘛，哈，啊，知影吼？无对胎的实际虚空的体性，因为这个是平等平等的实相，这个叫做正无分别的上根地，这个就是咱人的自性如来的空性安尼。这么重要就是这个大道，啊，这个较重要哦，哈、啊，这个较重要。所以这个大道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大菩提，哦。啊！但是要证大菩提不是简单哈、啊。对有分别地生出来了后，爱实修哦。那无实修，那无哦。所以入三宝皈依了后，那是无实修，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那无变。但是如果那是有实修呢，两年、三年就变了。哦，我不是去鼓励，实在落去修行。三五年，这个心地清净，这个外相变，行为举止当中变，吼、哦，安怎样无？安那是无的话呢，未变哦。所以咱唔免计较别人的过去，有咱唔免计较家己的过去，因为咱当中有一个懵懂，啊，未入法的进程，拢有懵懂。但是问题是入法了后，你有变有无？所以咱过去的问题，咱忏悔过就卖去想呀。
但是要安怎样落实今生以后入三宝内底人，影响家己，搁再来影响众生，有好的这方面的影响。那么过去唔对，卖去计较；别人的唔对啊，卖去讲计较。凡是别人的唔对，啊，伊的心嘛，哦，人伊心嘛已经改变，改变甲唔是你对会对的，安尼你计较别人的过去要创啥？你就是讲，人即马已经改变，改变到真正不可思议啊！你就想讲，我要安怎对人会对，安尼就好。所以唔免计较别人的过去，安怎安怎啊，家己共留。啊，你本身的过去已经做唔对，我那唔免定起心动意，安尼心内艰苦，迄种唔免，迄种多余的。你即马看，我要安怎样向前，向前到我将来正常大菩提。安尼较重要呢，吼、哦！所以这个菩提叫做觉，大菩提就是啥？迄、那个无上正定正觉安尼。大菩提是安尼哦，无上正定正觉。所以这个声闻声、甲缘觉声，伊的水准叫做菩提啦，叫做觉，迄、那个叫做消行涅槃。吼、哦，就是消行的个人家己不生不灭，这个叫做消行涅槃。那么呢，这个佛性的究竟圆满，这个叫做大菩提，所以叫做大道。因为大道是普天下之众生同性解脱，安尼叫做大道。啊，那是家己解脱，迄、那个就叫做小道尔啦。迄、那个是道，但是是小道，因为家己解脱尔嘛。哦，迄、那个在《法华经》内底有三句的，比如就是羊啊车，啊甲鹿车。安怎样吼？啊，那是迄个大菩提，就是大地游记，因伊会当载众生，迄、那个叫做大菩提。所以梵语啦，摩诃为大，摩诃的中文叫做大，所以这个摩诃萨叫做大菩萨嘛，吼。但是菩提为道，所以讲大道就是大菩提，吼。啊，伊这个头前这句话是给讲安尼吼，咱搁再看一个哈。迄、那个十二页经文的尾仔段，师处敖消法者，必弘大道。因为敖消法就是海阿罗汉道海，迄、那个叫做敖消法。互因会当敖消法的人，回首向大啦，吼、哦，回首向大，咱搁掀过来哈，就是由小乘的正果，甲发大心度一切众生，达到究竟的圆满，安尼才叫做大菩提。这个就是佛书。正正的佛书哦，啊，这个较真真正正正正佛书。所以今仔日我才讲有过来去上去受菩萨戒嘛，哈，他们是过来哈，缓缓等来。但是菩萨戒跟恁讲啥？六根戒甲四二十八轻戒，唔是海尔哈，伊其实拢唔是海尔，一定爱了解什么叫做菩萨因德因德的修持哦。但是如果不了解菩萨因地修持，譬如讲，阮出家人爱经过三段，就是有那经过菩萨段，啊，伫遐念，啊念念啊，当然有那有诶乌白变变变，迄无正经诶，迄点都害死迄个人，因为伊无水准，就惊菩萨段过，啊，当然佫无要紧，佮啊佫袂晓，啊，当然就乌白变，好，啊，有诶是修小心，迄拢总无到迄个级。但是今仔在家中当然，迄、那个菩萨段经过，就是要发心行菩萨道哦，就是一定爱了解迄个四方誓愿。唔知有甲恁讲过无？我是唔知影。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吼、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哦。这四条方誓愿爱建立，建立了了，较累，较紧上求佛道，甲下化众生，安尼叫做啥？他会当得弘大道，了解不？哦，啊，唔是讲当下，就是要家己想、家己钓的呢。啊，安尼就不如唔通经过菩萨段，准受过三昧，啊，甲三昧尼解就好啊。哦，还是讲大家从准受我解就好，唔通去经过菩萨段，因为在家我乃当做一个大德居士啊，无论男众、女众拢烧香，所以一定爱上。从今受过菩萨断过了，爱好好相求佛得甲下化众生，唔讲讲由小心发大心度一切众生，到这个圆满，安尼才叫做大菩提。
所以大道即个方大道，吼、哦，就是方法理性的工课哦。安尼，较将来正常大菩提安尼，吼、哦，爱作注意哈。但是首先爱有分别地啦，若无分别地，你欲方法理性嘛没有办法。爱注意这点哈，来下面这段经文哈，下面这段经文。比诸大师见化菩萨，啊，迄、那个就是讲迄个向即佛国遐啦哈，迄、啊那个向即佛国遐，见化菩萨叹离经有，今处上人从何而所来？三宝世界为财何喜？温和名为傲笑法者，啊，即以问佛，就是问即个向即佛。向向各位在菩萨问向切佛，不过之物下方道如四十二行河沙佛土，即句我有点么疑问哈？唔知迄个向向各有行河有无啦？啊，因为伊个比如行河咧，啊咱这样子来比如行河，唔就一通嘛？安听吼？啊向向各位即个向切佛甲比如行河四十二条行河，所以即句话有哪？比如按我比如出来哈，安怎样哈？有世界名三宝，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有五浊恶世，为傲消法众生，复愿得教。第有菩萨名为摩诘，自不可思议解脱，为诸菩萨说法，报遣法来，清扬五明，并赞出土。令彼菩萨正一功德，彼菩萨言：其人何如？乃作是话，极力无畏，心着欲思复言，心呆。一切十方皆遣法王，悉作佛事，饶益众生。吾是向着如来，以众相拨，成愿相伴。有化菩萨，是彼九百万菩萨。古法声言，我欲业三宝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定欲见为摩诘顶诸菩萨众，不言可往念念心向，无量彼诸众生起习欲心，又当下念本行，勿数彼国求菩萨者，以数彼体，又闻。有逆无比，莫怀轻贱而作外相。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有诸佛为欲化诸傲消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呢？是化菩萨机修哦，化幻无比九百万菩萨故，成佛为神，即为摩诘力。吾彼世界忽然不现，殊如之间即为摩诘色。哦，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本文哈。即马再来用白话，含咱最先讲一个，较来解释着一个名相安尼。哈、哦，这个向即佛前，因为这个为摩诘的化身菩萨去到迄个众香国。啊，正常各有向即佛地迄个所在去说法，大家去食饭嘛，吼、哦。所以向即佛前的一切菩萨大师，这个大师菩萨较会当算大师，会记住咯。所以这个叫做菩萨大师、维摩诘大师。那么咱男众、女众拢称作居士。那么居士第三呢，就是居家的大师哦，应该那是信众的在家。这个叫优婆塞加优婆夷吼，要称做居士女，啊叫居士男，这个叫做这不是凊彩讲讲的吼，就是本身爱会晓度家己的人，啊甲度家己的亲族，啊甲度厝边隔壁，安尼较叫做居士哦，叫做居家大师哈，这点要注意。所以有个称呼，称呼归称呼。
但是会记着家己爱有忏悔心，是讲我即马开始安怎样来学大乘菩萨道，通好来度我身躯边的人安尼，安尼较叫做基础男，叫做基础女，女将叫做基础女，安怎样吼？这样要注意。所以向这佛前呢，在一切菩萨大师看到这位以前唔捌看过的这个化身菩萨，啊，甲真赞叹他讲理精有呀。讲这位上人，伊是对对来安尼。三宝世界到底是伫做咧？伫什么所在？啊，什么叫做熬消法的人？就是在菩萨大师特别问向这佛。那么在菩萨就将几项的疑问来请示向这佛，向这佛他向因讲，将咱的国土啦的下方，所以经过四十二条恒河沙数。当然，这个我头先讲的疑问应该得意的，安怎？因为在菩萨大师吼，应该伫因迄个世界内底，会当看出咱这沙婆世界一条恒河。嘛，知影讲这条恒河是2500里，应该会当知影。哦，那是咱今仔日以众生的身份，当然唔知影。哦，那无道理去印度行行来讲，哦，这条恒河原来偌宽啊偌长。哦，安尼就知影。所以上香国的这菩萨应该有那知影，所以用安尼比如有那无什么唔对。那么伊卡讲咧，经过下方四十二条恒河沙数的佛土，有一个世界叫做沙婆世界，就叫指咱家。这个沙婆世界佛陀，因为咱今仔日这个沙婆世界的主人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哦，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现在释迦牟尼佛。就是给个兴趣消化的众生演说教化解脱之道安尼，哈、哦。那么迄个世界有一位菩萨叫做维摩诘，已经安住伫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最究竟圆满的，哈、哦。那么为一切诸大菩萨去说大乘法，哦，这个大乘就是菩萨法啦。叫做大乘不共法，安尼不共二乘，不共人天，安怎样吼？今仔日以太虔的化现的菩萨书家来到这，称扬咱的功德名号，吼、哦，称扬我的功德名号，并且搁在赞叹众生国土，吼、哦，并和迄个娑婆世界一切菩萨敬重到这个功德安尼，因为伊伫这。在那个众生国的积极行动，在维摩诘大师那个导师里面所有的人像都有看到、哦、所以他就看这个法号在那里怎样变化，怎样说话都有看到。那么众生国的菩萨如果问维摩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竟然可以变化一位化身的菩萨，这就是黄兆平嘛，哈，你知道吗？这就是黄兆平，这个是真真正正叫做啥？本尊甲分身啦、啊，啊，哦，这个真正本尊甲分身的哦，唔是迄个哦哈、啊，你唔通啊恶白恶白去相信海代志哈，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位化身的菩萨来到咱的国土，甚至会当迅速即刻到达，可见伊的定力到达到无畏的境界，不然的话呢，哪有这么大的功德心足通？那么这个的这几句话就是这个众生国的菩萨问这个向世佛的。那么向世佛他该回答是，因为这个维摩诘的神通非常广大，他不但会当派遣化身菩萨来到咱的国土，哈、哦，甚至呢就是十方的一切佛国哦，伊拢会当派遣化身菩萨去遐，前往就是去遐。啊，再来施作一切佛事，啊，再来饶益无量众生安尼。那么向这佛回答，在菩萨了后，就是以众向国用的钵啦，啊，填满了这个汤的饭，哦，交予这位化身菩萨安尼。因为当时众向国在场的900万位的菩萨，同时向向这佛要求公愿。想讲要来去娑婆世界，来去供养释迦牟尼佛，
因为三宝世界主人是释迦牟尼佛，我想讲要来甲供养，我那想讲来建一个维摩诘大师以及一切众菩萨，就是伫这个个维摩诘大师迄经内底下遐一切菩萨安尼，啊、哦。那么向师父就甲回答：恁会使去，哦，但是呢，爱注重恁身躯的这个旁味，安尼修炼起来。为什么爱修炼迄个旁味？因为海菩萨拢会透露一个芬香的这个气味出来啊。所以讲，为什么？因为恁修炼起来，较唔免和娑婆世界的众生闻到这个旁味了后，升起着各种的积恶心，哦。嘛爱暂时下去着恁本来迄个宽大诶庄严心，你敢知偌大？真大诶大，吼、哦！咱遮是人堂啦，安怎样吼？若要甲讲比较偌大吼、哦，咱遮即个身躯五尺甲六尺以内吼，若要甲用一只狗遐甲比，含咱小比吼，可能狗遐诶大还阁无够，吼、哦！搁再减足一倍一倍。啊，这个人搁再加过来背一背，迄背也还有写着。讲恁遮尔大，啊，恁会当变化，变化好小来，就是等于变化讲含遐个，诶，这个个咱三宝世界这个人境吼，变遐大安尼就好啊。吼、哦，这是计个讲安尼。啊，搁恁个庄严真庄严，不过遐个修菩萨行个，啊，加遐个修小乘法个，无亲像恁个庄严，所以恁家己修足起来。那安尼呢，较袂好三宝世界。这个求菩萨道的众生，感觉家己真歹势安尼。讲人遐菩萨安尼，啊，咱这菩萨一点点啊惊，哦，安尼家己会歹势嘛。尤其是哦，见到恁的时阵，哦，尤其是见到因的时阵呐，伊即马就去交代讲，在众生国的菩萨因，那是恁见到因，绝对袂使生出着这个。勤俭的心理应该是没啦吼，这菩萨拢总有特色的嘛，摩诃萨啦，绝对无这个心。伊在众生的这个业力，甲大千世界各种的环境无同嘛吼，所以应该是没。但是这种的想念会将来恁家己的业力无，所以这个就是啥刁蛮心啦。所以我有甲咱做提醒过，有法有入法甲无入法吼，鼓励归鼓励，但是心是绝对袂使起一个。控过五万斤，安尼有哪将个咱来得业无？为什么咱要安尼交代？因为西方的国土，哦，是遍虚空界，安尼啊，一切的佛国土中哦，每一个佛陀为着要化度兴趣消化的众生，无完全实现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较实现伫外土哩，安怎样吼？那么同时呢，这位化身菩萨已经接受一半的饭了后，就含九百万位的这个众菩萨，哦，啊，受到这个向着如来含维摩诘的伟大神通力量，在这个众生各佛人间无看到，不过呢，刹那间已经来到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个维摩诘技术的精舍里，哎，睡觉。啊，随到迄个精舍，哪有可能得九百万的菩萨入去？诸位，迄个是亲像一间个岛性尔呢，方等性呢，啊是安怎安尼？迄就是不可思议啦，安听无？啊，来，咱即摆来甲咱讲释义啦哈。释义因的头前才有一句啥？啊，地主大师建化菩萨叹未曾有，金处上人从何而来？讲什么叫做上人？咱就先跟咱讲者，什么款的有资格较叫做上人？这个上人有恶白影，哈、啊？什么资格较叫做上人？上人就是上德之人呐、啊，可以讲就是至尊呐、啊，安听好无？就是法界中最伟大的人哦，安了解无？法界中最伟大的人，所以内有智慧。啊，我呢有殊胜的兴趣哦，做人迄个做袂到的代志啦。就是啥呢？福慧超越在人之上，啊，较有资格称作上人哦。这世间有这个人无？注意，无这个人。所以这句上人是佛尊的意思，
但是如果那是无达成佛尊，就是一心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善乱，安尼较这个做上进。所以这句话哦，就是摩诃婆伽经讲的。哦，即马这个上进伫台湾都满天下下啊嘛吼，安尼吼，大家嘛讲阮上进，啊，即个嘛讲阮上进，啊，偌济？尽管知影讲在台湾呢，在吼，和伊个地主称上进的不止十个啦。注意爱注意哦，即句上进毋是会当乌白称呼，听好无？有啦，伫迄个团体，伊就感觉因个师父较伟大，就甲称上进。毋过呢？那好难比起来的吼，咁是安尼，是内底唔捌，还是外口唔捌？人外口去看这个物件，一目了然，人会分别会比较吗？就是恁内底的人是红蒙白，未向比较，吼、哦。这有一句话去讲啥？讲迄个歌。讲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什么话？敢是有这句话吼？唔知影庐山真个面目，就是因为你伫山内。诶，话是去讲安哈？迄两句话安怎讲？我知啊，敢那是有印象，敢那无印象吼？嘿，所以人去讲，伊就家己喺地主，就去讲讲，因为有人唔知因内底安怎样。就是因为恁就是伫内底，唔知人外界内底对恁的看法有真济的这种，恁家己唔知啊，人别人知啊。啊，这句上句唔是真济人家己，唔是一个两个呢，差不多我知啊，差不多十个计较清楚。应该家己爱有家己谦卑，因为这个经典的基准安尼嘛，一心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心不散乱咯。应该上句是佛尊啦吼。但是就要有那个将来要证大菩提，但是心无善乱，那种人才会称作上人。但是在这本经典头前有一个文殊品哦，进前遐文殊师利别佛言：世尊比上人者难为应受。这个就是啥呢？就是文殊菩萨称维摩诘大师上人，因为维摩诘大师就是东方金色如来示现来咱家。所以有上上帝、哦、所以文殊菩萨甲讲，这位上人真歹应付。安听，因为这位上人是辩才无解，什么人要和你讲话，拢真爱小心。若无会害掠到语病吼，就会甲教育一番啊嘛。安听吼、哦，你甲看地主品，互伊教育个偌济，教育甲无人敢去和你讲话嘛，因为拢会讲到。因讲的唔对话，即马就维摩诘大师抓到伊的病，啊，就改顺刷教育安尼，哦，所以唔可以讲难为秋对嘛，哦，大约维摩诘大师和文殊菩萨称上人，啊，书已经搁在讲安尼哦，往顶金来见佛，并望明上人，即、这个就是依然释迦牟尼佛尊为上人啊，安尼你甲想看嘛，什么人有资格称上人？什么人有资格？什么款的人较有资格？这行善道的人，和伊地主嘛较称上人呢？有水准了无？无水准啊！哦，为着卖药啊来说法，伊地主嘛较称上人，对会使卖嘛袂使啊？听好无？乱去啊啦，已经乱去啊啦！真正有够乱的乱。做者地主拢称家己的师傅叫做上人哦，这实在是真无通啦哈，真无通。一、那个台北有人讲长道上人，讲你甲点去，讲你甲点去，你也唔能够安尼讲。讲我佫无迄个资格，若要称呼，我以后若先去甲讲安尼，哦，安怎样吼？你讲是安怎？讲你敢知上人的意思先做安怎？你若唔知影吼，我宁愿有机会发疑上，我会讲着。拢是安怎样呢啦？讲我另一个讲你听，吼、哦，记真哈，不可以这样子啊，吼、哦，唔当去做烟灰哈，唔栽败安尼，吼、哦，又话水嘞，哈、哦，不可以。那么，什么叫做恶毒恶事？
啊，来哈，人修两万回以下，两万回以后就对。那么这个哪边个生活，就是在这个徛舍佛以后，咱这娑婆世界哈、哦，徛舍佛是第三分嘛哈、哦，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第四分。那么在徛舍佛的时代，都要人修两万回。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人修是八十岁到一百岁，啊，即马已经末法，末法是人修现时正确是七十五岁安尼，吼、哦。那么即个两万岁以后，咱的人心浑浊不净。那么即个浑浊不净内底有五类啦，有五类，第一叫做劫种，什么叫做叫做劫种？这个劫是什么？劫就是时间哈，劫就是时间，不是好劫的劫哦哈，会记住咯，这是劫。人讲叫叫做劫数，劫是时间数目的意思，这劫是安尼哈，一定要真小心注意哦。那么这个劫种。就是寿命，就是讲咱人的人寿两万岁以后，哦啊，下面有四条问题发生安尼。人寿两万岁以后，那么人寿两万岁以后，第一叫做建筑，这个建筑就是啥呢？就是恶建，就是咱人的一种错误建盖，所以包括啥呢？包括新建啊、边建啊、斜建。啊，建初建甲盖建初建，那么这问题哈，即两三四个，这个叫做五建哈。那么这个接触以后，众生的心会起出一种恶见安尼，就是真歹的看法，真歹的见解安尼，这个叫做恶见。但是什么？我等一下，较个小说明一下哈。咱暂时休息十分钟，你若准好好。